原来是这么看的呀。这样的呀。哦，那我不用想了，拜拜。哎，那我们去二楼看吧。不用想了，拜拜，直接去顶峰。我们上去二楼。好，一楼是在哪？你们要去哪？一楼，我们要去一楼。我们很现实，就是蛮现实的。对，我可能就是20了。大胆猜测，我30。那我去二楼，你去一楼好不好？我去二楼，你去一楼。要不你去二楼，我去一楼。你想？我去一楼，你去二楼吧。好，我去二楼呗。为什么前面没有人贴嘞？我去四楼啊。等你好消息了，西林。等你好消息。我们可能要在三楼，应该不会，相信你。想想太多了，毕竟也是在四楼住了3个月的女人，是不是？是。我们觉得她是第一，但是说实话，后面的人就肯定会很觊觎她的那个位置，所以其实当第一是很难的，压力特别大的，所以我们也很担心西林。敢拼敢闯，走起！好。我觉得在这个赛点肯定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如果要是赶上来，才证明这个比赛越来越有刺激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哇哦！啊，我的盒子，开箱是吧？你可以先预测一下刚才。按以往的经验的话，我肯定是往一预测，所以预测个一吧。所以你这么有把握？我没有把握，但是我就预测个一，有没有把握我都要预测一个一，我只能预测一。开，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有一些信，然后有一个药盒，里面我估计是维生素片。这边。又是维生素片，我觉得应该是菲菲和马思慧给我的。这个是给西林的礼物，因为他每次回来找我的时候都有点憔悴，我知道接下来的旅程可能会更累，所以就是把我的药盒给他，一半是糖，一半是复合的维生素。对，谢谢你们。想看看大家给我留了什么礼物和信。果然是我的，好多哎，说明我人气还不错啦。哎，他有我的，他有我的名字，空的，所以我在下面。哎，菲菲，没有，啥也没有，我走了。Dear 西林点记，主题曲考核的时候，我站在林俊逸后面哭了。但明明最想站在你身后，这次我的旅程可能要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俩心里也清楚，不过这又不是永别，所以我也不是特别伤心，因为很快就会再见啦。总决赛的时候不想站在别人后面哭了，我想看着我最好的朋友笑着登上属于他的宝座，我也会笑着为你加油。之前说是一生的好朋友，我是认真的，压力别太大，等我。 You will always be my honey， 菲菲。一看，我看第一句我就知道是菲菲。哎，朱菲菲这个孩子。西林大哥，哎，我还在读信呢。你是不是在最顶上？我还不知道。不是你读了信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了。让我读完。那你先读。西林娜一高，土高。这个是拼音，一定是奶奶，而且他还画了一个，还画了一个卷卷头，好可爱。Hello， 我对他写了西林娜一高，他用中文写的我的名字，哇。Hello， 我只想你知道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想认识你更多 ，because I think you are very unique。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好像 ，We like the same kind of songs。不喜欢说话 ，By Nene， you are the one in the two persons that I wrote the letter to。他就写了两，他就给两个人写信了，然后其中一个是我。Nene， 爱你哦。我觉得往好了想，怎么着都比34要高，所以就。1 2 3 27
哇，27比我想象的高很多哎，我以为是30。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，第一次的挑战，然后得到27这个名次，我也够满意的了。因为没有多少人的人生是可以被一通电话就是完全颠覆的，所以我很感谢这个夏天，然后很感谢这个节目，然后很感谢这个27。那当然了，27不会是我的人生顺位，然后希望大家明年夏天也可以看到比27这个数字更好的钟菲菲。行了。没有啊，我们要单独出来啊。你们都是一起出来的吗？哦。Come on, come on. 哇。大啊大啊。我27。傻子。27。是27不会在这里，你骗狗狗。真的是27啊。没有啊，不是。不是不是是待定吗？啊、哦、因为小布没猜。你所以说你是猜的16到20。对啊，我猜的16到34。我真的27。你真要走啊？啊，我要看七零的排名之后我再走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要，哦，揭晓自己的排名，来吧，来吧，让暴风来得更快一些。哦，就在这里面是吗？是这个吧？应该是这个。是吗？嗯。心虚，心虚，没关系，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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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看到你给我写的，哎呦！哎，第几名？上去。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好奇他在第几哎，这次。对，我要看你站到高处之后我再走。第二。第二。什么？学员希琳娜一高，祝贺你成功晋级总决赛，你在第三阶段的最终排名为第二名。你确定你没有站错吗？没有，已经很好了，已经很好了。你看看我和瑞奇啦，我们俩从来没有这么垫底过，真第二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是第二，就暂时给你有一点点时间恢复体力，休息一下。然后至少现在有目标了。对、啊，行，我先撤了。啊，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猜我第几？你第几、啊？他第七。我27。我真，你真27？我真27，但是我觉得挺好的，因为我在那边猜我30。有进步，对啊、保了3名。把我折腾了3个月，27，我能撑到现在，我觉得我很棒了，好吗？你第二名还不太够棒，说实话，心里那一高。看到他的名字下滑了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好好的给我待着，别下来。这才是喜迎那一高啊。无粉质更水光，积存些小金钻能量站，为你定格小姐姐的璀璨时刻。晒晒